跟孩子在一起，学会了有耐心，学会了见招拆招。要是他憋气，咱们进去就没有味道了，的味道。不行，我脏了。不行。我单独可以跟女儿去比较艰苦的地方，希望她去看这个社会的不同的地方。我受到很多批评啊，说我对石头太严厉了，那该严厉也得严厉。你如果不喜欢做的事情，你可以跟我说。自从我上了这个节目之后，我每天听到的都是表扬的赞扬。爸爸给我摘吧，先生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多抽一点空陪自己的小孩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一天我老了要照顾我一下。这样子啊，孩子的美好成长离不开老爸的温暖陪伴。每周五晚10点，999感冒灵和小儿感冒药，爸爸去哪儿？